今天是农历7月15，也是一年一度的中原普渡。由于疫情降级取暖的，嘛是得爱遵守中央防疫的规定。澳航文能店今天举行中原普渡，以中央甲市政府的规定办理，民众能在家自行办理普渡一事。以大庙澳航文能店同步在下晡1:30点名，随后咧同一时间咧澳航文能店。主办主祭坛的普渡，片面禁止在下晡4点由主祭坛跋杯，如有跋友杯的，即刻的透过广播报告，大家知影普渡结束，民众拢相当配合澳航文能店的普渡盛事。澳航文能店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黄景生表示：大家好，今仔日澳航文能店是一部即个中文大家。今年普渡虽然拄到疫情的影响咧，在澳航文能店众信徒的努力之下咧，虽然分布各家户同时办理咧普渡咧，大家都尽心咧，团结一致咧，顺利完成普渡大典。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。